嘉基是艾滋照护指定医院，同时也是艾滋友善医院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感染科洪东哲医师，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艾滋病防治这项重要的工作。嘉基于民国100年成为艾滋病照护指定医院，也于105年成立艾滋病防治中心，更从108年开始参与疾管署曝露前预防性投药计划，肩负起艾滋病防治的重要工作。嘉基艾滋防治的主要工作包括：一、提供全预约和高度隐密的匿名筛检，并将阳性个案转接给感染科医师门诊；二、接受附近卫生局或其他医疗机构转接的阳性个案进行治疗；三、与急诊部合作，提供全年无休的曝露后预防投药，并安排感染科门诊的后续回诊；四、提供曝露前预防投药的咨询与评估；五、提供性病的整合评估和治疗，并追踪个案的情况；六、提供个案持续治疗的卫教和追踪。嘉基除了医疗照护外，还设有艾滋病关怀小组，成员包括医师、个案管理师、药师、社工师、行政专员和专科护理师等。我们提供全方位的全人照顾，在强化治疗和预防的同时，与个案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。除了感染症问题，对于个案在其他内外科疾病方面，我们也有友善合作医师，确保个案在平等和尊重的环境中接受应有的诊治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打破偏见和歧视，为艾滋病患提供希望和改变。